300D Mark II 3.15公斤 Aperture 的 300D Mark II 是3.15公斤，就是单独机身而已，完全没有任何配件，3.15公斤。我们这个 roll ray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roll ray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的 roll ray， 1.95公斤哎 ，what 什么？1.95公斤，刚刚是几公斤？1.95公斤。